彰化县有真丰富的南管甲北管音乐戏曲文化，展现彰化传统戏曲魅力。2019彰化国际传统戏曲节十月十九号开始，连上三礼拜，除了有在地优秀团体以外，搁较有越南、韩国、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传统戏曲团队来参加。一个十月十九号将要展开的2019彰化国际传统戏曲节，台湾豫剧团带来一段精彩演出。馆长王惠美表示，彰化是南北管音乐重要基地，为着让更多乡亲了解好的团队和表演，以戏游彰化为主题举办2019彰化戏曲节，不免门票，拢总开放给民众观赏。那我们今年呢，用戏游彰化这个主标哦，希望说有更多乡亲也好，更多喜欢我们这一些戏剧的朋友也好，能够来到彰化哈。那我们从10月19号开始，一直到11月9号，为期有3个礼拜。第一个礼拜我们是在八卦山上面，第二个礼拜呢我们就在鹿港地区，第三个礼拜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园林，以及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福星谷仓跟鹿港体育场来做一个 ending 哦。请上台。主办单位强调，2019彰化传统戏曲节，除了彰化在地表演团体轮番上场表演以外，也邀请越南、韩国、马来西亚等团队做会参与，用于传统戏曲参观和体验活动，希望更加多个戏剧乡亲来彰化看戏。彰化新闻张世良彰化采访报道。